像这样戴着耳机，即使身处在人多嘈杂的地方，还是感觉被隔离着。这些人，他们耳朵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呢？我觉得跟老师说的一样，你变奏的第二段还是不够激昂。干嘛一定要照古人的方式弹啊？没办法，等你自己变成钢琴家，你就可以按照你的方式弹了啦。哎，好晚了，我们去吃宵夜好不好？等我一下，我先做个笔记。那我去厕所，我们等一下楼下见。好啊。在哪里？啊？什么？你在哪里啊？你怎么没来学校？现在几点？已经第三堂课了哎！我打了几百次手机了。在哪？我在家。快点来啦！老师今天要评比，我们同一组。哦，好啦，现在去。哎，你还好吧？你今天上课就很不守舍的。嗯，这什么？好旧、哦。我捡到的。干嘛捡这么旧的 MP3？ 不是有 iPod 吗？你听听看。什么？你听，然后告诉我听到声音。什么啊？我耳朵差点聋掉哎！你听到什么？就这怪噪音跟低吼声啊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你录的吗？哎，你们成绩怎么样？哎，小吴，你今天有课啊？对啊，要把前年学分补回来啊，转学生就麻烦。那怎么了？成绩不好？不是啊，他捡到台 MP3， 里面歌怪怪的，我觉得有可能是。你有听到钢琴声吗？没有啊，就只有一堆怪噪音而已啊。哎，艾比，你好吗？脸色看起来不太对劲哎，是生病了？
哎，走啊，下堂课同堂哎。嗯。怎么了？艾薇她怪怪的，最近常常不来学校，手机有时候也不通，然后昨天传简讯跟我说她生病，我有点担心她。不然后天没课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她家看她一下好艾薇，不要这样子！你没看到他很担心你吗？啊！不要！叶晨呢？叶晨！出去！出去！艾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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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门啊！开门！